午夜的梦啊，出去玩啊，玩哥哥玩，哥哥玩，你很着急啊你，真的是你，哎呀呀，估计帐篷还有安全的，其实我跟你说真的，其实有伴在这种环境躺着睡觉聊天挺舒服的，真的挺舒服的。那你们在一起多少年了？2年多。那也很好哎。对呀、啊，对。我感觉就是现在就是你们磨合的已经很好了。对对，对不对？是磨合的很好了。就是新鲜感过去之后，然后他还是很宠你，然后只看着你，就觉得你做什么都很可爱。我觉得他是很棒的，就是真的我没有遇过这么专一，然后这么的好。我就觉得好，就是我现场看到你们就是。你不管做什么，就是他就觉得你好可爱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呀、啊？就这种感觉，很真实的。哎，这真的很难得，真的，嗯，是，对吧？因为他面对你几年了，然后他依然对你还有这么……哎，他是越来越好，因为现在我们互相习惯了对方，然后我会为了他改变一些，他也会为了我改变，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。真的，哎，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真的、啊，真的遇见对的人真的是不一样。嗯，我跟他认识头2个礼拜，我就知道是他了。今天太阳好大，这太阳太大了，太下头了。我天，太下头了。谢谢。是太上头吗？谢谢谢谢。咱们出去把东西收了吧。嗯。妈呀！收拾东西。东西收拾一下吧。这个东西都可以把这个收了，你把别人收了，往洗浴吧。大大，早上好呀。嗨，睡得好吗 ？Good。早。你们起来啦？收拾东西啊。哎，你的发型好可爱哦，好像西瓜啊。是吗？哎，真的好平哦。吃点水。